Hello， 大家好，我是于家燕。草食恋王子要在今年的漫博会首卖了，然后这一次有为了草食恋王子办了一个签名会。那签名会资格呢，就是你只要购买草食恋王子的评书腰就可以获得哦。然后因为限量只有200名，所以大家在漫博会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28号，喜欢这个作品的朋友就可以赶快去抢购。那我的那个签名会时间是在7月31号。礼拜六早上10点半到12点，那我们希望到时候都可以看到大家来找我签名。我的发想是从日本一个名词草食男来的，草食男就是他比较，就是我把他发想的，他就是对恋爱比较没有感觉，不喜欢谈恋爱的男生。那这个男主角他就是一个只对园艺啊、植物啊有感觉的男生，活在一个植物的世界里。女生虽然我给她定义是肉食女，但是她其实是还是有那个小女生的羞涩和那种胆怯，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就是发展成一个比较少女情怀的肉食女跟草食男的爱情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草食恋王子这个故事。然后这一次的漫博会的签名版也是根据他们四个人成为好朋友，成为两对情侣之后出去玩啊，在垦丁吃冰的感觉来画的签名版。那大家只要购买书籍然后评书邀取的签名会，就可以得到这个为漫博会签名会制作的特别精美的签名版。谢谢大家，拜拜。